你为悦己者容，歌为知心者唱。欢迎收听九六四汽车经典旋律广播，音乐听天下，我是文文。最近网上关于张杰和谢娜即将结婚的娱乐报道随处可见，有网友说张杰的出名完全是谢娜的帮助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张杰是靠着自己过硬的实力取得了今天的成绩。当然了，运气也是必不可少的，所以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呢，我们来聆听张杰的专辑《穿越人海，解除星空》，来听他的这首《天下》。挥剑断天涯，相思轻放下，梦中我痴痴不寻